好，我是你们的叶子。书接上回啊，咱们来聊一下这个新世界的烟鬼，这个角色是非常强的。这期视频呢，有各种对局，也有穿三的素材，也有追着人打的素材。过年这段时间吧，又比较忙，时间比较少，所以这期视频的时长和内容，相对于往期新角色上线的 PVP 实战对局来说，有点少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等到正式上线之后啊，咱们拿到那个没有 bug、没有问题的烟鬼，好好给大家做两期解析视频。那就话不多说，这一期实战视频呢，大家都来看看。ホワイトハンドグッド
ホワイトハンド。